怎么就没事儿了呢？是，我也没搞明白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可能是铁笼办的吧？不可能，肯定是他检举的。这小子，巴不得我关在里头出不来呢。你说你还是爷们儿吗？你进去他还过去看你呢。他要是检举，你用等到今天吗？早就进去了。我做的事从来没瞒过他的眼睛。你说。 不是他会是谁？我敢肯定不是他。你派人联勤想想，从咱结婚到现在，他从来没坏过你。以前没坏过，不等于今天没坏过。呸！这事只有你能做得出来，心里那么脏。我怎么脏了？你说这些年我坏过他的事吗？啊？你不用向着他说话，我很清楚，你心里只有他，没有我。杨淑珊。 我把心扒了给你吃，你都不领情，你我掐死你算了！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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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
来了，有事儿啊？谢谢你啊！啊？谢我？谢我什么呀？别给我装糊涂！我知道，要没你说情的话，寿山他根本出不来。我告诉你，麦草，我可没帮你们什么忙啊！ 再说了，我凭什么帮杨寿山的忙啊？你也不必瞒我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。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，我跟寿山啊，都领你情了啊。哎呀，麦草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，你搞错了。行，我搞错了。 最近有金虎和门的消息吗？我是没有，你呢？我也没有。寿山说他们去北大荒了，你觉得可能吗？甭管他们了，反正跑不出中国去，出去跑步也好。你说我当年要是不跑出老家来，我能看到眼前这光景啊？拉完问铁种地去吧，哼。 你这个当爹的心就是大，我可想他了。心不大又能怎么样啊？儿女大了不中留，留来留去是冤仇。掐了翅膀的小鸟啊，是飞不上蓝天的。你就让他们飞去吧，等他们飞累了，他们就都给你飞回来了。 接着，你这是啥？
来接着，中将，来接着。你能挺得住吗？挺不住也得挺啊。要是这个窝头是一块肉该多好啊。你就是嘴馋。我现在晚上做梦都在吃肉。我一定让你吃上肉。帮我打碗汤去。哦。小丽啊。哎。吃完饭稍微休息一下。继续打井。啊啊，换二组吧。好。哎，喂，咱得想个招啊。我是没招啊。你拉肚子吗？有点，有点。给，吃点药。嗯，行。英子，你拿药了没？拿了。行。哎，小李。哎。我有招了。怎么了，金虎？哎，肚子疼。肚子疼，腹泻吗？啊，好几天了。哎呦，哎呀。嗯，吃点药吧。吃什么药啊？干燥片之类的吧，起干燥作用的。哎，林子。哎。哟，金虎在呢。啊，怎么了？肚子疼。你也肚子疼啊？哎，我没事儿，我那个有几句话跟你说一下，你出来一下呗。没事，你就说吧。方便，出来说来。搞得神神秘秘的，行，等会儿啊。哎呦，是这么着，大刘吧，想跟你处对象，问你愿不愿意。哎呦，你可别逗了，谁不知道他和孙晶早就好上了？哎呦。孙晶不是跟那个谁？哎，金虎啊，你走啊啊！你药还没拿呢。那个，我感觉没什么事儿了，啊，谢谢你啊，啊，你们接着说吧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大刘啊耍我呢，我找他算账去。耍我？金虎，这样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小黄，多吃点吧，啊，吃饱了好上路。到了那边啊，别恨我，这都不是我的主意。啊，你说什么呢？来，喂，来，多吃点。我给他喂了那么多干燥片，怎么就憋不死他呢？也许天气潮，干燥片失效了。大黄，过来。有可能，挺多人吃了都没什么用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拉倒了。憋不死他，咱就拉死他。嗨，他跟咱一样喝泡子水。拉不死，我有办法。
金虎，这什么呀？巴豆。巴豆，狗吃了这也会拉肚子？绝对会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爹告诉我的。他那会儿打仗，用它对付过敌人，可好使了。是吗？哎，团长，啊，喝水，喝水。我不喝，你喝。好，嗯，哎，团长，嗯，咱这个水井什么时候能出水呀？快了，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肚子疼，肚子疼啊！嗯，我看看，哪疼啊？是这儿吗？这儿啊！哎，是这儿吧？哎呦，拿点药去吧。别跟我说忙，谁不忙啊？都到会议室去。哎，当然重要了，党委有决议要宣布，一个也不能缺席。王经理，你找我们俩。好，铁龙，你坐吧。老杨，你别动，你站着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嗯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别在这装糊涂。派出所来电话了，说你开着吉普车去借废钢铁，有这么回事吧？嗯？还挺会措辞的，还借？嘿，说话呀，怎么哑巴了？怎么回事？何经理，嗯，他是这么回事。没问你。派出所。说呀，何经理，我承认我偷了废钢铁，不是借。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？不，我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啊。你不要解释了，你说，杨守山。是这样，土高炉，我是实在炼不出钢铁来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够跑到兄弟单位去偷废钢铁，烧化了交差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？嗯，第一，你盗窃国家财产，这是犯法的；第二，你沽名钓誉，欺骗国家，败坏了道德，你太给我们鞍钢的工人丢脸了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这事儿我做错了不假，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我自己吗？说我盗窃国家财产，我要那些废钢铁干什么？是能吃还是能喝呀？啊，还不是为了响应号召，完成大炼钢铁的任务？说我沽名钓誉，啊，荣誉不少了，我家里的奖状都快挂满了。以后您少给我扣大帽子，我帽子也不少了。我有历史问题，我当过国民党的兵，就你这两顶帽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事儿是我干的，想怎么处分随便，我杨守山接着。我说老杨，你别激动好不好？何经理就是说说你，他没给你扣什么帽子。你闭嘴，你少在这充好人，一边待着去。我是破罐子不怕摔，大不了我进监狱吃小饼子。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蹲监狱。来吧，杨守山，去去去，你坐。你怎么回事你？啊，我没急呢，你倒急了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档口吗？班子会上几次了，要有人给你拔白旗，要不是我跟黄书记在这顶着，拔呀，拔呀！我求求你们，赶紧给我拔了，换红旗。杨守山，你想干什么？找死你啊！你能不能少跟我说两句？不能。凭什么让我少说两句啊？我平时够少说的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大炼钢铁我一百个拥护，土高炉炼钢我一百个反对。那炼不出好钢，那是劳民伤财，那是头脑发热，是不相信科学。
你们这是混的！你们让着你啊！我招他为了他呢！你让着你！你让他说！你让他说！冷静，什么他？他就是心里话，这心里头。怎么着吧，郝景？处分我！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们两个谁也别走，都得活一时间。党委有决议要宣布。 都到齐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好，今天的会议啊，只有一个议题，就是宣读一下党委会的一个决定。王书记，你来宣读。少平，你是组织部长，还是你宣布吧？ 这样好吗？还是何经理宣读吧。这是党委的决议。王书记，你们来吧。老何，决议的对象不是党员，还是你宣读吧。好吧，那就我念吧。关于杨寿山等同志拔白旗的决定。 党委经过严肃的讨论，鉴于杨寿山、王树佳、刘国玉、戴宗麟等四同志在大跃进中的言论和表现，认为他们思想右倾保守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，为公司的第一批白旗。尚铁龙、王光旭、邢连玉、王世勇等四同志。 在大跃进中表现积极，被公司定为红旗。另鉴于杨寿山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缺乏认识，公司决定降职使用。好了，宣读完了，散会吧。 周山，别消沉，吸取教训，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。哼，你该高兴了吧？啊？你少在那儿给我装痛苦的脸，我看着闹心。你这是说什么呢？我为你难过着呢。得了吧，我都听出来了，你喉咙里在笑呢。杨守山，你姥姥。
别喝了。我冤！我杨寿山精忠报国，可现在居然落到这个下场！我不明白，我心里憋屈的慌。他凭什么？啊？他们凭什么呀？你为了炼钢什么都不顾了，辛辛苦苦的，你怎么是白旗呢？怎么是右倾呢？你要是白旗的话，那铁笼呢？上铁笼？咱不能跟人家比，人家现在是公司里的大红人，红的都发紫了。哼，从今往后我得仰着脸看人家，知道吗？仰着脸，哎，他现在就是放个屁，我都得跟着他腚后头捡着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你们两个人彪子膀子干，不分上下，谁不说你俩是鞍钢的两个虎将？怎么现在就一个到了天上，一个到了地下呢？这还说不说理去了？到哪儿说理去？到哪儿说理去？他上铁笼，要不是摆着我的肩膀往上爬，他能爬那么高啊？啊？他能有今天呀？啊？你还不相信他告发我？你不相信？现在怎么样？啊？这一件事儿，公司都知道了。要没有因为这件事儿，我能倒这么大霉呀？啊！我这辈子算什么？算是被他上铁笼坐在屁股底下，想翻身都难。寿山，说铁笼跟你有过节，这个我信。不说铁笼跟你下去，这个打死我也不信呢。你当然不信了，我就知道，你到底是上铁笼的老婆，时时处处都想着他说话，是不是？行啊，你要愿意，你怎么不滚回他被窝里去啊？啊，滚滚，你给我滚！杨寿山，你混蛋王八蛋呢你啊！我哪点对不起你了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简直就是畜生，畜生！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看出你们两个花花肠子了，你们两个一起算计我，有本事你滚呐，你滚！你混蛋！再看清楚你是什么人，你就是一个心里肮脏的小人，是一个不值得可怜的人。你算是把我心伤透了，这辈子都过不了。既然已经撕破脸了，想疯起来啥？再也不用演戏给别人看了。
你再也不用受这个罪了。这么多年，白天咱俩在一起吃吃喝喝的，到了晚上你就回那个小仓房睡去。我说不出，我道不出的。我瞪着眼睛，我到天亮啊！我白天是人，我晚上是鬼，人不人，鬼不鬼的，我过了这么多年，这罪我不受了，我不受了。那一个耳光把我爸彻底打醒了，我娘心里揣着我爹和我爸，她那颗鲜活的心不容怀疑，她那丝清亮质朴的感情不容侵犯。我爸跟我说，你娘眼睛里揉不进沙子，心里落不进灰尘，她要把两碗水端平，不碰出一点一滴，让我说不出一个不字来，这多难呀！我几次想让他回到你爹身边，可一看到你娘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，我就先矮了下来。刚才我听见你吼的声挺大呀，好嘛，你一个大男人对着一个老娘们耍威风，出息不出息？我是没出息，你有出息，大晚上不睡觉是不是又要去告密啊？我看你啊，印堂发亮，两眼冒绿光，又要升官了吧？对了，升了官我也不饶过你，非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不可，你等着吧。自己谈还得到家里来说。你不知道我最近犯失眠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坐吧坐吧，抽烟。你是来为杨守山说情的吧？英明，要不怎么是领导呢？铁龙啊，你就别跟我这掺乱了，啊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是想说杨守山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是吧？可是你这个解释有说服力吗？嗯，那也不能不解释了吧？这点小事儿啊，要是搁过去啊，也就是批评批评就算了事了。可是现在形势不一样，咱们公司陆福达的事儿你知道吧？嗯，人家是德国留学的，应该算是冶金专家了吧？结果怎么样？啊，第一个就被拔了白旗了，就是因为他主张说工厂
要由厂长负责，你比比看，这姚守山被拔了白旗，是冤枉还是不冤枉？那你要是这么比，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现在啊，正在樊耀卿的风口浪尖上，杨守山呢，他一直有抵触情绪，不是没提醒我的，可是他无动于衷啊。下面反应很大，对他这么处理已经是很宽容了，他自己心里应该有数。 这我都知道，你跟黄书记一直在保着他。哎，我不能这么说啊。我们谁也没保他。这我知道。行行行行行，不说他了。咱们说你的事儿吧。铁龙啊，在这次运动中，你的表现是被认可的，啊，公司领导一致认为你现在具备了较高的领导水平，准备任命你。 当公司的副经理，你得做好担当众人的思想准备。我上铁笼自己多少斤两，我非常清楚，没那么大的章程。你就别谦虚了，我不是谦虚，我就是希望对杨树山不能一棍子打死。不是准备对他降职使用吗？把他下放到我们分厂去。 我要的，啊！对不起啊。 哎，站住！哎，哎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别提了，我刚弄大黄的时候，让老头子撞见了。 这回祸惹大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哪知道啊！建国，团长让你从他家去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他让你快点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你说我问谁去？啊？兄弟，你陪我去一趟。哎哎，团长叫你了，没叫我，没关系。不是，你这人那么不仗义啊！ 团长，来了。团长，我知道错了。进去吧。我不进去。你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。废什么话，让你进去你就进去吗？你干嘛呀？ 不就为条狗吗？你还要杀人啊？我不就是饿了想吃口肉吗？想吃口肉是吧？看到了吗？我的水已经烧得滚开了，进去。进去就进去。门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团长让我过来的呀。团长叫你来的，他叫你到这儿干什么呀？哎，门儿。 他在那儿剁什么呢？你怎么还笑啊？你没看你刚才那样，差点剁了我。嗯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团长，这是大黄的后轴，剩下的我让他们拿走了，明天做给大家吃了吧。谁杀的狗啊？我杀的。
现在大家都饿成这样了，还留他干什么？快吃啊！金花，怎么不吃啊？团长，大黄是你的，你不吃我也不吃。其实啊，我也想把他杀了，可是我下不去手。 知道你为他费了不少的心思，我不忍心大黄遭罪。嗯，你为他干燥片，我就为他巴豆；你为他巴豆，我就为他干燥片。把你的招数解了，你小子像你爹一样对付狗还真有一套办法。哎呀，咱们现在这么多人，你是狗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这样，过两天呢，我领你们两个去套兔子。 这里的野兔啊，平常生活在灌木林里，它特别喜欢游水的混角林。除了带崽的时候有个固定的巢穴，其他的时候啊都是过着流浪汉的生活。这些野兔啊，天生机警，耳朵特别灵，跑得也特别快，昼伏夜出。白天套兔子要靠红杆，撵兔子的时候啊，搁它们稍微远一点。 别踩乱他们的脚印，踩乱了就中断了踪迹。兔子喜欢它走啊，已经走过多次的固定路线，也就是说呀，它有远道出、远道回的习性。套子下在这些地方，成功率会高。要不然你就是瞎忙活。套野兔还有这么多学问啊！那是，金虎，来一下。 这个怎么套啊？怎么套啊？这套硬折，嗯，这就是野兔的必经路线，去回都走这条路。只要那个野兔碰上我拴那个套子，兔子就上去了。哦，来放下来。哎，很好，下。好，先压住啊。 真的，那就得靠磨练。哎，我刚当红军的时候也不行，那时候是个孩子，打仗的时候连长不让我上，让我当后兵。就是吹冲锋号的那个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滴。记得。 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个冬天，那场战斗打得惨呐，人呢就像割谷子一样，一片一片倒下来。我是第一次上战场啊，我害怕，吓得我浑身直哆嗦，情不自禁的我就尿了裤子。嘿嘿嘿嘿。
啊！可就在这时候啊，别人冲锋了。连长说：“赶紧吹冲锋号啊！”我呼一下我就站起来了，我找不着北了，我就转着圈吹号。嘿嘿，就在这时候啊，后屁股就当一下中弹了，那个血啊热乎乎的就流在我腿上了。我趴在地上，我说：“连长，我中弹了。” 咣！一脚就把我踹起来，你们连长太野蛮了！哼，不是连长野蛮，是我后屁股被那热水壶给打漏了。有活，有着，拿货。哎，团长，这个儿真大哎！团长。 兔子太可怜了，是兔子。啊，刀子哥，哎，可怜，吃起来你就不觉得可怜了？团长，这些柴火够了吗？够了，快歇着吧。好。金虎哥，什么时候能好啊？一会儿就好。我都饿了。我也饿啊。金虎哥，我还是第一次吃野兔子肉。肯定凑合。两个小时。 逃婚出来的吧？没事儿，我不会跟你们爹娘讲的。我们俩不是逃婚，我们爹妈不让我们在一起。不让你们在一起？为什么呀？他爹是八路军共产党，我爹当过国民党的兵，就因为这个，他们死活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。 这样哈，他们俩做的事儿啊，不一定地道啊。可是作为你们年轻人呢，你们也不应该瞒着他们跑到这儿来啊，应该打个信儿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你们在这儿，好让他们放心呢。写不写信，我再想想吧。一会儿，您要是写信呢，您就给我带个好。 有点问题，我为你值班。放心，我站长。浩哥，来了。没请就坐下了。小脸，坐吧。 不坐，站惯了。不喝。老杨，咱们还是那句话，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。张连长，您说错了，我呀是哪儿跌倒。
也得在您这儿爬起来。谢谢贵军的扶裸政策。甭阴阳怪气儿，你说你这个人啊，我就他妈够傲的了，你怎么比我还傲呢？在我这儿好好改造，我还告诉你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，是艰巨的，不是一朝一夕的。你所以有今天，就是放松思想改造的结果。人民军队为什么战无不胜？啊？来来来，你坐那，我好好给你说说。单铁龙，你要我来就是想老猫玩耗子，过过瘾是吧？我还告诉你，我是死耗子，你玩不出什么新花样。你要让我干什么，你就请指示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，杨守山，你到我这来是组织上的安排，组织上给我的任务就是监督你的思想改造。工作上的事儿我早有打算，你给我搞好技术工作。领导有话，除了要做好工作，每周还要写一份思想汇报，由我审查，然后转到公司。就这些？不，这还不够吗？那我工作去。写不出来就别写了，休息一会儿。麦草，你过来坐这儿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以前说过的事，咱们还是离婚吧。我原来想跟你离婚的，可是现在我改主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倒霉了，我不能跟你离婚。我要是跟你离婚的话，让人笑话。等你好了再说吧。你可怜我，大可不必。你怎么想我不管，反正现在离，我不同意。还不行？怎么着？抓我领导一只眼啊？什么呀？我要的是你写的检查。啊，没写。没写？啊。杨守山，你这么下去很危险，知道吗？嗯？我不像你。写检查是你的专长啊，你有一个会写检查的儿子，我闺女可没教过我。你呀，爱咋地咋地，啊！看来你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。你说对了。抹不开面子是不是？那好啊，我呢？给你下个台阶儿，啊，你呀，
就坡下驴。你说我来祭你，大作算你的。说也不会。哎呀，你这可就不对了，人都是吃五谷杂粮，谁能保证不拉肚子呀？嘴都长在鼻子底下，谁不说错话？拉着肚子咱们吃药，你说错话咱们改错不是？说吧，说吧，不就是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儿吗？你，啊，我的嘴啊，吃辣椒面坏了，木。杨山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你别怪我不客气。那我可就要撒手了。你爱怎么揉搓怎么揉搓，反正我落你手里了，随便。啊切！你小子甭嘴硬，你就是块生铁蛋子，我早晚都把你烧化了。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，给你摆着梯子你不下，你非要自己往楼下跳。我们现在也没办法了。杨寿山同志，鉴于你对错误没有认识，经党委研究，决定把你下放到公司的农场。让我去种地。哎呀，还是去吧。啊，这也是这样，也是祖师长对你的爱护。到那儿以后，好好改造思想，好好表现，争取早点回来。服从安排。老杨，领导找你什么事儿？还不清楚。清楚什么呀？什么事儿？你给我说说好不好？张铁龙，你是猫哭耗子，这一切都是你给我安排的吧？那我恭喜你，你做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让一个炼钢好手去种地，亏你们想得出来。
这是谁的主意？谁的主意啊？嗯，不要，你别跟我这大嚷大叫。这是党委会集体的决定，不是某个人的主意。我能不大嚷大叫吗？你数数看，咱们公司有几个杨守山？他的工作谁来顶替？你们这是让老虎架园子，你们还要不要钢铁了？要不要生产了？简直是瞎胡闹！我跟你说啊，老尚，我比你知道杨守山的重要。可是现在讲的是又红又专，大家不是没帮过他，可是谁说也没有用，这怎么办？哎，怎么办？那这个决定改不了了。我说过，这是党委的决定。大跃进是时代的选择，我们要让钢铁元帅登上。中国在15年里，钢铁产量。守山，你吃点啥？我给你擀点面条。鸡蛋的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目前田野街道，你倒是说个话呀，这活人都让你急出猴疮了，你是不是上火了？要不我给你拔两罐子。阿嫂，你都知道了，绝不能让守山去农场，他那双手是炼钢的，不是种田的。哎，可是咱们也说了不算呢。事在人为，咱们想想办法吧。想办法，有什么办法可想？我想了个办法，不过这回你得出面。嗯，苏联专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啊，不能什么都答应他们。打赫鲁晓夫访华以后，他们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。咱们得回首，好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梅嫂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要跟杨守山离婚。离婚？为什么离婚啊？我不能成天守着一个落后分子过日子，在他去农场前必须得把手续办了，如果手续不办的话，我不能让他走。你别动。是，杨守山是犯过错误，可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呢，你这么对待他可就不合适了吧。就是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四海深，你这样做过了。咬着不痛的牙站在高枝上跳，谁不会呀？日子是我跟他过，我不能成天守着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过日子。我思想还想要求进步呢，我正申请入党呢，谁敢保证我的入党申请不受他的影响啊？何经理，你能保证吗？啊，还是小主任，你能保证？这我们保证不了。这不就得了吗？我得为我的政治生命负责任。麦嫂，你听我说，是，你就是要离婚，我们也管不了啊。你得找民政部门，是不是？我找过了。他们说理由不充足，不给办。不是，麦嫂，那这事儿啊，我们可帮不了。你们办不了，可以找他协商啊。就说这个婚必须得离，手续必须得办，你们得为麦嫂的政治生命负责任。不是这，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门亲。我们不能办拆散人家庭的事啊。那办不了我就没办法了，办不了我就得住这儿了。啥时候办，我啥时候撤退。不是你这不是胡闹吗？你，小顺，把他撵出去。来，麦草。别搭理他。那我先走了，怎么样？
肖主任，你忙你的吧啊，何经理这边我照顾。喂，找谁？喂，喂，你找谁呀你？哎，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。啊？谁？不是，哎，李市长。喂，啊，市长同志，啊，是是是，刚分来一个女秘书，大学毕业的，再教育教育吧，啊，啊，啊，下午到市里开会，好的好的，啊，知道了，下午见，啊。哎呀妈呀，市长是南方人啊，七了八拉的，我真没听懂。行了，麦嫂，收回去吧，在这儿妨碍我工作。何经理，我保准不再接电话了啊。我求求你了，麦嫂。何经理，我带的午饭窝窝头臭豆腐可香了，你要不嫌弃的话咱就一块吃啊。来，别客气，真的别客气，何经理，求你了，吃点吧。行了，你吃吧，要吃你吃吧。也是，大经理不惜的吃这个。何经理，你真不吃啊？你要不吃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何经理，有水吗？也没有用，你听我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你笑什么呀？笑，哭笑。什么事可笑？哭笑之事，哭笑，这不等于没说吗？学了也不学。没事吧？
有事咱们一块儿看看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没有迈不过去的高门槛儿，我认定了，萧山他不会有什么事。你不知道他这个人，这一辈子就面子薄，心眼儿不大。 心里装不下事儿，这气性也大。他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跟我闹离婚，我拖着我没同意。 金花，你怎么上这医院的岗啊？没人接我，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他们忘了。傻瓜孩子，忘了忘了你就不会教他们呢？啊！赶紧下来。 下来，快下来！那还行吧，脚还行吧？来，把枪给我。好，好，慢慢坐下，慢慢坐下。手给我。孩子，别睡啊！别睡！哎，别睡啊！哎，别傻。 孩子，别睡，孩子，别睡啊！哎，听我讲，不行，你停啊！这个傻孩子，你说啊，外面的人。
冻死了，我怎么跟你爹交代这事儿？啊？严了啊，弟弟！哎，好嘞，好。江德景，哎，大姐，你们厂长呢？哦，他装上自行车回家了，看着挺着急的。麦草，我心里确实憋屈得慌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不仅在家里是个多余的人，在厂子里也没有了我的弟。我走了。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你跟我这么些年，吃了这么些年的苦，也受了很多委屈。我知道，你在心里也在憋屈自己。别憋屈自己，回到铁龙身边吧。你和铁龙成个家吧。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时间的误会，历史的误会，金虎和门在哪里？你一定要找到他们，让两个孩子成家吧。你不是个爷们儿，你姥姥的你个，啊，你他妈不是个爷们儿，你想害死我们大家伙啊？你不是想死吗？啊！你想死不是吗？跳下去啊！跳下去就不用费事了，你就告诉我吧，明年的周年你想怎么安排？你打算让我在你的坟头上舞弄几个菜啊？都是打歌声得的病，真是他妈什么军队出什么人，哼！打仗的时候吧，就会举起俩手来投降，遇点事就不想活了。要死不容易吗？死呀，死呀，死得轰轰烈烈的，死个痛快！小样儿吧，你个！我的奶奶呀！上来，啊！上来呀！就全当是，全当是在当回俘虏呗。哎，坐，坐，在病上待一宿了，能不冻得慌吗？来吧，我凉了。Thank you.
兄弟，这个坎儿我过不去，我心里过不去。你说你呀，啊，我打不过人家就跑啊？ 想死还不容易吗？要死也别跳河呀，跳到钢包里头多暖和。我怕脏了那一泡汗水，我心疼，舍不得。谁他妈的啊！还他妈有点良心！ 那就穿的暖暖和和的，上吊。啊，你还知道有个麦草啊？我以为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呢。 树山，树山，铁楼，铁楼，我说麦草，你喊过啥呢？这树山还没回来呢。你说这俩人，厂子也没有，家里也没有。 这上哪儿去了？这是啥事儿啊？别急，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吗？我说老三，你这是弄哪出啊？冬泳去了。这小子一直不服。嗯，就这奶那样了。哎，哎呀，服不服啊？哎，我说你们吧。 这大冷天穿的衣服都冷，你这你妈蹬啥泳呢你？真外行，冬泳有穿衣服的吗？脱了，全脱了，大白。孩子，赶紧把烤箱热了，啊，给他灌两碗姜汤，出身臭汗就全都好了。哎，家里有人没有？有啊，孩子都在家呢。叫大人，抬人。怎么还没睡呢？你这么晚拿着篮子干什么呀？我看看杨守山死没死。我看是你死了。你这张嘴啊，我这辈子说不过你。我找杨守山说点事。进来吧。 能挺过天亮吗？
干什么呀？深更半夜的喝的什么酒啊？这不干你的事啊！再给你们弄俩菜吧。行，你赶紧睡吧，别跟你掺和好不好？